还有几个？好，目前一位。其实我们的歌与歌中间哦，都是我们的歌。可是睡觉会有声。哎，右边的好了吗？做梦。我们的歌都很严肃的。对对，小韩老师刚才讲是蜕变、扎根，还有古谣跟流行音乐的融合。OK。对对，好，那你这首比较。哎，我认识老婆。少年老师现在都快笑得快流眼泪了。肚子还在吗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了啦。这首歌是由我们闪亮老师所来介绍一下好了。我们先介绍这首歌，叫做他的歌名叫做。这首歌呢是日剧时代产出的一首民谣。这首歌其实是在。就是去山上工作的时候，有一首男女对唱，因为在日据时代那个时候，日本人就是为了要就是教辅导部落的人，就是要养蚕，那个蚕宝宝哈，对，所以这首歌呢就在那个时候就产出了。那里面的一些歌词就是说，我好喜欢那个在教我们。养蚕的那个老师，这样，我就是日本人老师。那他也引述出他们去采那个桑叶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大家一起去山上去采桑叶。啊，其实他最主要的问题说他们在山上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山上是一个约会的地方了，就是所以他们在在互相在对他说，哎，我的。互诉群众，我的那个喜欢的人，不知道今天是不是也有也会出来出来，对对，采桑叶这样子。虽然目的是要采桑，但是其实想要终成眷属，是要一宿丢了哈。一宿丢，一宿丢是什么意思？要在一起，把起了，谈恋爱，把起了，谈恋爱哈。有哦，直接说把起了。那这首歌是在部落蛮。算是在那时候是蛮流行的一首歌，我把就是弄成就是风格改成蓝调的哈，然后加了一点比利的音乐这样，大家来听听看哈。
钟情蓝调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原来的感觉，这个我们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下好不好？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下，我们来原版一下，原版一下。在部落为伍的时候也是会唱啊，就是速度大概110到120左右。你说的是很专业的问题了，小姐。电子琴的速度，哎，真的是，他们听得懂吗？速度。我欢迎大家来到屏东来看一下我们台湾族跟鲁凯族为伍，你们有为伍吗？我们有杀人。其实不用，台东就有了。台东就有，台东有吗？台东的排湾族人口数10000多人呢，哎，真的。对，可以上网查，真的。又要上网查吗？你以为你要当代表？上网查。其实那个台东部分有台湾族聚会很多聚落啦。其实我很爱台东，对，我也爱台东。因为我是台东的女婿，因为我是台东人呢，我也是台东人，给台东掌声鼓励一下啊！我住在康乐路。我入赘在台东，我入赘在台东。你入赘哈？你老婆姓周吗？哎，秘密。哎，又要上网查了，又要上网查。目前没有登录了，哎。好，登录两。